非常不一样的一段相声啊，逗哏的这位呢，在我看来是第一次逗哏，栾云平逗哏，捧哏的叫曹鹤阳，掌声有请二位，加油啊！给您换一场，真好，真好，这个。这玩意儿真轻，哎，哟，不太适应，看来是是，我要把这压低一点，因为我这个头比较矮。真好，真好，是，这个我还真是很少，有点不稳，我还真是很少这逗哏。您也就瞧这逗笑社啊，您算逮着我就逗一回哏。是，当然原来我学徒啊，我也先学逗哏。对，也逗了些日子。但是我们这个逗笑社的这组合它不一样。孟鹤堂，这个栾云平啊，这是曹鹤阳啊，还有一周九良，周九良，对，四个人，一个逗哏的呀，仨捧哏的啊，我们一队呀，这就导致就得有一个捧哏演员改为这逗哏，就看哪个捧哏演员优秀，那可不是，这逗哏跟捧哏呀，都是说相声，是，您爱听相声。我也爱听相声，对，我从小我就是相声迷，哦，要不然不能干这个，那是的，得爱好这个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从这么高，行了，哥哥，等会儿吧，我就听相声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合着您这没听几年呀、啊？是你干嘛？这才差多少？就差一头皮。你看哪手啊？不，这手这么高？你看这手，谁让你看这手？不是，那有一跟我打招呼的啊！您这是打招呼？我让你看这手啊！我您这手跟有毛病似的，就这么大了，谁往这儿看呀、啊？我从这么高就听相声，你老就这么高，我没长是不是？我这么高就听相声，怨我了。那您是够早的。我呀，通过这次逗笑社，我也说我们话，我也改范儿了，就是有艺术上的改变，我也不捧哏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也不捧哏了，我也逗哏了。逗哏的他挣得多。行了，哥，真的，你别整。我们单位这逗哏的跟捧哏，他福利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都差不多，福利全单位职工是一样的。我不爱提这个。你看他又不爱，有能耐你说我听。我不爱提这个。不是怎么这我们不知道的事儿这么多吗？我台这都听着呢啊！一个月啊，逗哏的比捧哏的多拿四块香皂。你等会儿，四块。这年头谁还用香皂？还四块？怎么我一块都没见过呢？捧哏的一块不发呀？逗哏得多脏啊！四块香皂，小点懂吗？你五块香皂，四块香皂，以后我，以后。他就是老四块，他是那药皂，他拿的那是，真的，我这消息我们都不知道啊，这哪是啊？我是从即日起我就可以领香皂了，哦，为了香皂才改的逗哏。那天我在家，我一翻这月份牌，我们家还用月份牌呢，您听着，真节俭。一翻月份牌，我看礼拜三了啊，我说我洗洗袜子。你看，你等会儿，你得多等一个礼拜，就礼拜三洗袜子。我就礼拜三才穿袜子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我这不是听你现在跟你说后边这事儿啊，自从逗哏了，这活儿多，能有多多？我正洗袜子呢，我还没投呢，来一电话，大导演呐，大导演呐，找德云社拍个小电影。什么电影啊？看了。哟，这里边能塞这么长一条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看剧本，我瞧瞧，来，我瞧。你别瞧，我选一个，我看万一哪合适，我竞争一下去。你懂吗？这拍戏呢，你懂得吗？不是你拍戏，我看看我怎么。什么呀？逗哏传阅。沉稳。拿包袱不当包袱使。对对，而且小四这也好，都在人物里头。对，加给咱们哥俩一人加一个。好，我喜欢这个。不是什么意思？逗哏传阅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逗哏传阅。您这句跟没解释一样。
这用解什么逗哏？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咱越一越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想问的是，怎么这意思？捧哏就没戏？嗨，这个也不是说是，这不是你，不是你这四个字就很可气，知道吗？这谁定的？这是？这是这人家这领导定。哪领导？我就问问。副总定的。你说多可气，这副总得多不是人啊！我告诉你，副总愣了。哎，哥，你是副总是吧？哎呦，你跟他们还真不一样。我是当面骂我。我还外边误会误会，我不是。哎呦，他们都背地里，我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。不，哟，他当面吧？呵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不要进来去，我喜欢这人。我不是故意，我平时都心里吧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我当面提，我能进步，没关系，我爱你这个。我也是气糊涂，不是我倒希望他们当面骂我呢。不是你别这么说，你这都反话。我定的关键，你这逗哏传，你怎么捧哏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您也是捧哏出身啊，这是。我说你没有机会了吗？你说这都逗哏传阅了，你先别自卑呀、啊。怎么了？这回咱不是派的咱俩一组吗？但我刚骂完你啊，别人要骂我，我就不给人活，我副总我能待长了吗？你别人我不管，就说我骂完你还有活是吧？好，副总优秀，副总最优秀了。优秀不用，您该练功了。您喷我一脸，我是太激动了，我是啊。有你的呀？有吗？有啊，咱得先弄个小片儿，弄个小样传过去。懂了，你要是及格，人看上眼了，人才用你。我了解一下，咱这个电影是什么题材？电影名字给你公布啊。对，关云长，拿着大刀啊。找他哥哥，嗯，找了好几百里找不到，过了五个关宰了六个人。您这个名字一块大屏放得下这么些字儿吗？这叫看点呐。什么看点呀？谁都听懂了，过五关斩六将我都知道。我自己对我自己很了解，就我这个形象，我这辈子居然有机会演关羽。哎呀，拿起我的大刀一搂我这胡子，你先行吗？就用这个状态送神，导演怎么样？行、啊、你先别起范儿了、啊、谁让你演关羽啊？不是过五关斩六将吗？我演关羽啊？我演关羽谁定的呀？单位领导。哪里哦，副总，对，我一猜就是啊。那你说这么热闹，我演谁呀、啊、我？那不还有六将呢吗？六将没劲的配角，咱谁都懂。有你就不错了，过五关斩六将啊。那我就演一个去了之后咔嚓让人一弄，你没劲啊你。你别演一个呀。那怎么着？你别演一个呀，你演六个。那我腿儿不得跑的，我得死六回我。演六个挣得多，知道不知道啊？我那怎么结账啊？这个按人头结，多新。对呀、啊，你连着这关羽等于六杀呀。十八个我也演，没有那么些个啊，没有那么些个。但我怕我盯不下来六，就六个啊。拍这片儿的时候啊，咱就拍俩。拍俩，我记着，我虽然五关六将，但是我不是很熟，但是我记着好像只有洛阳关是那个俩，然后其他地儿都是一个。太对了啊！行，我明白。那您说我演哪几个？洛阳太守。洛阳太守，我记是韩福，可高了啊！再演一洛阳将军，孟坦。行，还真背下来了。这俩都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太对了。那就给你拍这片啊。行，那咱们怎么准备去给人送审啊？咱怎么弄？现在就可以拍了，咱排练一下。对，可以。对，那我需要怎么做？我先给您把这个哎，这个脑袋先包一包，包脑袋。不是，怎么我这还没开拍呢，我们家里就出事了吗？是怎么着？啊？不是我不是热哥。咱要是排列，哎，轻点，这守城的将军那安全帽啊，安全帽，不是哥，没到季节，我不用戴围脖，我，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知道这细节吧？啊，关羽得砍你，啊，是我知道，啊，你这稍微厚着点儿，
啊，你不是多活一秒吗？怎么我这多活一秒，我痛快死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这你别别不是你这不是多在这个这观众里边，你多活一秒是一秒啊，多活一秒多有一秒的镜头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咱是关老爷。好好好，明白了。一粒的，那你这照这儿砍啊，照这儿砍啊。不是怎么样？等会儿你有点这意思吧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关羽一特点啊，不能睁眼。哦，一睁眼，真吓人啊！就是要杀人了。啊，睁眼就杀！您这样的，我以为老爷特点呢，我以为脖子有什么问题呢，是吧？行行，那咱怎么着？咱现在，现在你就守城吧，我就已经守城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我也拿把刀，我就来了啊！守城，好，也不知道什么毛病。哎，城上斩敌活人，哈哈哈哈！在下韩福是也，城下您，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？城下了该？哦哦，城下啊！我没反应过来，我说有这道具。我城下您，末将孟坦。城上的将军，快快放我进城！关羽休想！城下的将军，讲些豪华。哎呀，末将人微言轻，说了城上的将军，死不两立。哟，关羽，城下的将军，如若不放，我要宰了你。那我也跟你拼命！城上的将军，我放我进城！不是我，城下的将军，快快放我！弄死我吧！弄死我吧！干嘛呢？跑这遛猴来了？说死了就不放，整个一泼妇啊！不放，如若不放，休怪关某刀快水热，一吐了一个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砍刀啊！哎，啊！起了起了，还一个呢啊！什么？哦，城下那个是吧？啊，砍刀啊！哎，啊，活该呀！哎呀，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咱优秀。行吧，优秀，行吧，行吧，真优秀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真优秀，累死我，累死我。真的，您演这个死鬼，你祖传的。哎哎，谢谢您捧了，我从小练的就是演死人。哎，对，太逼真了，行吗？太逼真了，哎，可以可以啊，太棒太棒，行，我这回跟你握握手。哎，行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我也谢谢您，谢谢你帮我录这小片儿。哎，对对对啊，好，到时候一送导演那儿，没准我这关羽就算成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对，等会儿，英雄嘛，英雄不对不对不对，等会儿，我先凉快，等会儿。不对呀，啊，你这个啊，不，我记得刚才你形容的跟我说这事是。帮我拍一个小片送给导演，选我这个角儿，你听错了。那时候你肯定把耳朵绑上了。没有，我们这一直露着呢。不是，帮我拍一小片儿。不对，你说了关羽这角你都有了，你这有权实权副总，这带我玩玩，这也没准儿呢，你知道吧？但带着你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，你的都没成呢，你这个，哦，有活带着你，你不美吗？我美归美，但是你这事儿它不稳定，不比在家吃烤白薯强吗？不是，你像我这人实心眼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我就是往真了听，你这不得你这么大，你本来就是，啊，你这么大一副总，你怎么骗人呢？你我没骗人，德云社副总怎么骗人呢？有这样的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你让我在这用眼，我又挨刀，我又上，哎，我又下手，我怎么背？哎，老大。你是哪位呀，啊，你又，啊？哎，你咋说话呢？你连我都不认识。大爷，不是你怎么就吵起来了？哎，我师哥欺负人。你先别不，大舅，你先把事说清楚了。我师哥欺负人。怎么欺负你了？我反正刚才他就欺负人，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讲不清楚。我给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解释解释。这个事啊，我这儿有一小电影。哦，电影名字叫《关云长》。提着的大刀
好几百里找他哥哥，最后找不着，过了五个关，宰六个人。这都什么破名字？第一遍跟这词儿一样吗？你第一遍，啊？这玩意儿就没谱，什么叫活呀？这电影名字还没谱，不是名字说出来的就没不主要，不是这谁起的破名字？林，啊，林，谁就说什么来着？袜没洗干净。谁起的名字？你跟我说清。李安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我不知道谁是导演。李安，这好名字呀。多棒啊！这个是我，这不整个剧情都带出来了吗？对吧？对，介绍的非常清楚。李安，你那天我洗袜子的时候，他给我打个电话。李安给你打电话呀、啊？哎，大爷，李安给你打电话，让你拍电影啊？对，别激动。是不是他给你他给你删了吧？不是，李安给你打电话。我也刚知道，我之前问他没说。别激动。演什么电影啊？就刚才那个。对，就过五关斩六将。他让你演什么呀、啊？他让我关羽啊，他我是试镜的关羽。那你们俩怎么会打起来了呢？不是，我说他带我玩完就你说这你说，笑死，不是四块香皂呢？你听我这个，我说弄完完了，还不如他呢，是这怎么回事？就是让他演一配角，后来他不干了，然后当然了，我得是定下我关羽才有他。你怎么就定下关羽了？啊？你怎么谁就谁封你就是关羽了？什么意思、啊？哪儿的就关羽？对嘛？对呀、啊，你给李安打电话，关羽于谦饰演。不是，您演关羽多新鲜呢？你演关羽像吗？您演不了。你演我怎么演不了？你都没见过关羽。你见过关羽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谁见过关羽？而且您这列位这形象不对。形象怎么不对啊？关羽有烫头的吗？对啊，谁家关羽骑个小矮马出来砍人呢？对不对？是，不是半道截胡吗？这不是管着吗？废话，那有化妆师，有造型师呢，知道吗？行，那关羽也没有留平头的，知道吗？那造型师一塑造，到时候就带着绿方巾，就乱七八糟，整个穿上铠甲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您演也合适，您还拿我影帝呢。不，那就甭提那个，关键我们的年龄感强啊。那您演关羽，我们俩怎么办呀、啊？你们俩不是有角色吗？一城上一城下头，省得来回折腾，对吗？别呀，我俩人我挣两份钱。废话，你累不累？挣两份钱，你这上来下去累不累啊？你们俩一上一下边不挺好吗？我先看看本子，你们对的走。我安稳、啊。对的，有这谁逗哏穿越哪儿啊？这玩意儿什么呀？这讨厌劲儿啊！是，行，你完了吧？你看咱俩人嚷嚷半天，你说这角色便宜他了吗？这不是有角色就不错了。于老师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截胡呢。弟弟，跟着副总走，关羽能让他演上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咱从中作梗啊！我明白了，哥哥这一说，咱就懂怎么做了。多新鲜！这样，哥哥，哎，先听我的，把头盔先戴上，怎么样？好嘞。哎，你看，行吗？您弄这头盔的时候注意点我发型行不行？我这发型已经没了。行，好吧，咱就这么着。那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。那您请、嗯，您请，好不好？哎，您请啊，关先生啊。啊，哟，那可以开始了吧？可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上城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上城了啊。对，咱们排练一下啊。那大爷，您没问题。我废话，这马上就给李安打电话了。哎、你就别拿刀了，关老，您拿刀。啊，别拿刀。行，你就别拿刀了。好，来吧。行，一城上，空手，好不好？空手啊。这我不会啊，这就算了啊。好、嘿嘿嘿嘿嘿嘿，关羽在这儿呢，你们嘚瑟什么？跟着这城上头，你们嘚瑟什么？跟着有点这儿呢，有点跳出人物了 啊！我不会这个，到时候他们用那个科技手段跟我们来这个就完了嘛。我们还给您配备戏那个，就这脑仁都疼了。好，就站着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城上站定夫人，韩福，猫，韩福，有成坦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早就来了。哎呦，我在这儿热着呢，我下边站半天了，我站半天了也坏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这谁呀？关云长，关二爷呀。哟，他就是关羽啊。
太吓人了！知道他的历史典故吗？什么典故啊？他过五关还斩过六员将，哎呦，他还斩六将，呦哎哎，六将里是不是还有咱俩呢？多新鲜，斩的咱俩！咱俩要不走，是不是让人弄死了？那咱快走吧！走吧！哎哎，关老师，回见！我等会儿回来。谋咬西牙城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不是，我还没演呢，你们俩都猜出来了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这是？这就是戏，你得进戏。我进什么戏？我看您那眼神就要宰我们。不，废话。您当我这眼神不成？当时就要宰我们。不行，这没有。您得把戏演完了。我真正得砍了，让观众明白。我们俩想这么演完，您不是省事儿就不累了吗？我是不累，我不演好不好啊？这好好，再来。废话，没关系。再给您一次机会。哎，得就咱再来一遍啊！来，城上斩定的活人。韩福。哼，孟阿坦，放我进关呢？不放了。哎，要不然还是放了吧。不可能。哎，剧本上写的不让放。但是不放，他要弄死咱们。那就不放。哎，没说出别的来，你放了吧。就是，别废话，别放了，放了吧，坚决不放，咱得活，不能放，这根本也不能放。废话，什么的，我说得放，什么不是你们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怎么被放了？什么？你俩怎么那么些话呀？你们说没说不能放啊？不能放，不能放，你们都过来打呀！你不就放了？我们商量商量，给您放过去。你把门废话，你过我放过去，我这心里在哪？就这放过进关呢？我们就是不放啊！哎呀，砍刀啊！啊噗啊啊！我去你弟弟！不是你怎么给他宰了？都是捧哏的，谁宰谁不一样、啊？我没听说过。